家好，就说一下，不执着于空，也不执着于有，空有两边都不执着。哼，这是看不同人的根性的，有些人呢就执着于有，他强调与自己这个我或者是事物是有的，但是呢，所以呢，教下呢就会讲空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他知道空，他执着于空了，所以呢，宗门呢还讲有。但是呢，这都是教学方法，就是教你空有两边都不执着。加油！